非常实用的户外绳梯节的打法，打法非常的简单，实用性非常的强。将顶端固定在上方，操作绳杆，咱们就可以进行攀爬了。首先，绳头位置打成一个这样的一个 S 弯，行在 S 弯的同时，左右相搭，将主绳绕到下方，形成这样的一个绳环，两个绳环对折。插入需要踩的木棍、钢管、承重力强的一些的固定物体，上下受力整理，整理好的节点非常的牢固，牢牢抱紧。右侧同样的方法形成一个反扣，反扣形成同时翻转反扣，向下插入钢杆。拉紧受力，这样形成的节点非常的牢固，攀爬非常的实用。绳梯节打法。